继续有活动的消息，又因为新型毒品使用人口持续上升，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甲洪西主会、甲嘉义市警察局、嘉义市政府社会处、逐梦者舞团，为着强化对抗毒品的决心甲创意，将要伫28号要举办武力全开、毒品走开、反毒歌舞大赛，和青年合组做伙来拒绝毒品，进而成为宣传反毒的好横征兵。反毒歌舞比赛记者会在何上午，伫嘉义市警察局中庭盛大展开。开场一开始由水热男孩带来嘻哈歌曲，为开场带来歌调。接来由警察局霹雳小组示范正机进行专场，而最后由逐梦者舞团演出高难度的歌舞表演，将反毒行动的决心杀到上高峰。你为强化对抗毒品的决心，甲洪西指挥甲嘉义市警察局。该市政府社会处以及民间团体联手出击，将在3月28号在中正公园舞台举办“武力全开，毒品走开，反毒街舞比赛”，希望号召爱跳舞的少年人做伙勇敢戒毒，让该市成为健康无毒的街舞城市。我们狮子会300地方区张秀华议员现在担任总监，在他长期以来和狮子会的所有的师兄师姐共同努力之下，不断把反毒这一些工作透过各种活动让大家看得到。这一次3月28号在嘉义市的中正公园开始有一场武力全开、毒品走开的这样的一个武力街舞的大赛。我想这个街舞大赛其来有志，我们希望这样最美的街舞能够带领大家用最健康的方式被大家看得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健康有活力，舞出健康，舞出活力，舞出青春的所有孩子们共同有一个切磋的平台。国际赛主会300地方区总监张秀华表示，赛主会长期推广反毒工作，假食品、假毒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也希望借活动关心、爱心、信心、用心和专心来关怀毒品问题，并找来代表少年人的逐梦者代言，打进少年族群以外，也希望透过逐梦者的力量来结合每一个人共同防止毒品。而武力全开、毒品走开、反毒街舞比赛将在3月28号在中正公园展开，如果对街舞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脸书嘉义玩得疯粉丝团查看详细活动。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Say I do for the rest of